那女人诺产就是不诺产到嘴里发大钱。你要吃烤的，吃烤的，肯定就不吃过。这边这边那那家司机都跟下头出来不是？那这边，摆好了，去。那老子可以啊！哎，烤的你也可以的，我说这句话。反正我比这个没得。哎，这个没得。哎，这个没得。嘿，经济学不要扯。三本地窑的，简直是！哦，看好吓人！好。开就省心，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咦，给这么上？哈哈哈哈哈！还没站好。我都噎了。
下车，下车到哪了？下车，下车。哦哟，这在哪下呢？看看，一场雨把小区就淹成这个样子。看看，你是跑，我也是跑。这个啥呢？啊？啥呀？上北京。啊？别动动我。啊？我让我正常维权。你离我离我十八了。啥干啥呀？你这不？啊？都想干啥？你们这不？都想干啥呀？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守法公民，你们要干啥呀？拦截上网啊？啊？咋的？啊？怎么的？我说你好，同志。怎么的？啊，你什么情况现在是？我就是要上北京啊。啊，上北京可以。啊？啊，没说不让去。咋的？啊？我啥意思？你不让我进京，为啥？为啥不让我进北京啊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